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e Biz 的 Sommelier Kelsey。 呢排咧个天气变得又热又湿啦，咁成个人咧就好翳焗，周身唔自在，又黐落落咁样样。咁啊，呢个时候究竟有咩办法可以等个人舒服啲咧？好简单，我哋新翻咗一支 Muscat 嘅甜酒，咁就系呢一个2014年嘅甜酒啦。咁啊，佢同一般嘅甜酒最大嘅分别咧，就會是第一，它的酸度比較突出，它甜得來又帶一些酸，就好像吃緊華妹一樣，酸酸甜甜。第二，它的年份比較新，2014年，所以它出來的味道呢，那種感覺就會比較清新，很突出的花果啊，尤其是一些鮮花啊、鮮果啊那類型的感覺，所以絕對是一個消暑的佳品。欢迎亲临湾仔潭神道141号选购，我哋嘅营业时间系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，星期一休息，亦都可以喺 www.wine-biz.com 选购，快啲嚟订阅我哋嘅频道啦！